挪，你好厉害，又拿到咒术界的第一名了。他的名字叫摩须罗，摩须罗是十种影法术里面最强的式神，也是我的妈妈。得到咒术界第一，还装的一副若无其事的妈宝样。我看漫画很快就有腰斩了吧，真是讨厌鬼。挪，你不要理会那些家伙，他们只是因为比不过你，所以嫉妒你。我不仅是日本人，还是千年来最强的诅咒之王，多亏有摩须罗在我身边，打架、泡妞、发牢骚，不管做什么我们都是一起行动，而且为了我他什么都愿意做。当我咒力使用过度身心俱疲的时候，是他帮我挡刀的。真的有？当我被五条悟逼到绝境的时候，是他扮演母亲的角色挡在我面前。真的有？当我找不到对策打赢五条悟，是他一直适应无下限，还教会我破解的方法。干，你真的是妈宝哎。